到了往来社区开始休息了，因为天气寒冷，加上生长的期间雨水较少，农民必须克服困难才种得出来。啊，咱像讲这水的问题，咱是拢安那克服？我水就拢家己有深井嘛吼，啊，带水工来用水袋分分给他们。虽然透过设备会当克服欠水的问题，不过嘛，让农民在管理经营方面爱倒入更加侪时间来照顾。今年就是雨水无啊，吼啊，变成咱用喷水会较受到限制啊。嘿啊，其实伊若讲甲成熟的时阵吼，都袂使伤淡，伤淡的一直六个六个六个啊。今年的往来石卡成长真慢，产期比往年延后一个月，无论是产量或者是粒头，拢受到影响。算早期的有较咸，较细个就会较无重对无？系啊，你别一个那一个你有时啊，那话像大就大到几斤的啊，吼，十几两啊，吼。啊你细个就有时啊一斤以下，一量就较无遐济。春天的气候反常，一下冷一下热，唔呐刺激到树木盛开花蕊，连果园树下的幸运草嘛开满粉红色的花。市长小小阿特别推荐无多经营的水果，啊，所以它对涵养水分啊，包括抑制那些杂草，我相信非常的漂亮啊，又有实际的功能性。那当然最棒的是咱的雪茄，真的是又咪咪，好像是冰淇淋感款，甜滋滋的，非常好吃。虽然往来雪茄产量减少，粒条嘛较细，不过品质口感仍是非常好。要食往来雪茄，唔免去台东，到哪都有。记者黄宏坤采访报道。